盘点 PVZ BT 版里僵尸与植物的相生相克。在植物中，二爷最害怕的是猛虎王，他的攻击是冲动伤害，可以直接打倒二爷本体。而其他的穿透植物伤害太低。有一题，如果不缺阳光的话，可以更换为荆棘刺王。贝贝姐，你知道在僵尸里二爷最害怕的是谁吗？我猜是 Z 科技射线僵尸。不对不对，虽然他能打败二爷，但是时间太久了。呵呵呵，不知道了吧？我来告诉你，在僵尸里面，二爷最害怕的是乌龟僵尸和 Z 科技堡垒机器人。乌龟僵尸只需要两下就可以打败二爷， Z 科技堡垒僵尸更是一下就可以打败二爷。你们还知道二爷还有哪些害怕的植物吗？评论区告诉我哦。